此刻有些愉悦，大家，我是呆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 ，LCK 的目前排名如下：金恩与 NS 一直连胜排在一二名 ，T1 与 DK 则是三四。好了，这就是目前 LCK 的排名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赛场盘点吧。劲夫一拳甚是疼痛，在 NS 对战 DRX 的比赛中，28分钟 DRX 撤退途中被 NS 两人前后夹击，这时眼看要干起来了，那岂能少得了劲夫，于是婉豪就 TP 了，好家伙，一下来就是一个人打五个，看准双 C 一拳下去直接打穿，这一拳让人看得真得劲啊，双 C 都没了，这对面拿什么打呀，最后也是被 NS 打成团灭。啊，交一个 TP 下来，这波怎么说、哎、闪现给 Q 没命中，现在看一下 TP 下来的是个 Gory 进去要一打五吗，卡了一个，哇，这个红拳直接轰到了破口而出的一个发条，直接全轰死了双 C，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团的感觉 DRX 没法打了呀，看 Kingan 一个人在塔里面，看一下又被拉回来，再一个红拳就配着 Dior 等级以一个 Q 技能拿下，皮拿也烧死了这边的一个乌迪尔，而 Becca 也走不了远处，精准弹幕刮死塔姆，BDD 高能留人实在离谱，在金恩对战 KT 的比赛中，13分钟日常下路交手引来各路人马，有 TP 的那是毫无保留全都交了， BDD 落下之后 EQ 漂移，一个大招直接退回四人，这金克斯倒了，锤石和打野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多兰被五个人揍了，但平推的前提是不会开吗，这波来了，后面有 TP 亮下来了，闪现看一下后续这一波怎么说，直接一个 R 技能过来，旁边 BDD 闪这个一边一推，推到了三个人，诺阿倒地了，这一波看一下后续，多兰感觉要死，多兰想换没换了，这波双 TP 太关键了，这边 Clay 直接一个 E 技能上来，再一个 R 技能，两下平 A 帮助 BDD 砍下 Harp 的人头，Faker 充当先锋，超远距离开团，在 T1 对战 BRO 的比赛中，19分钟 BRO 三人在中路， Faker 则是在草丛里卡住视野，看准机会立刻出手 EQ 闪现接大招，横跨整个屏幕的将两人推回，随后立起防御塔防止对手反扑，这波 Faker 的开团简直像个鬼一样，这条火龙是第一波没有打起来， Faker 来了，大招直接推两个人，推到了双人组，先杀掉了 Hannah， 感觉 Delight 这边也走不掉，Faker 的流沙移行他雷了，好丝滑呀，完美团战 combo 瞬间爆炸，在金恩对战 KT 的比赛中，20分钟火龙那是谁也不想让，于是双方就在这里耗着，金恩凭借哥的关灯顺利拿下小龙， KT 一看龙都没了，不得干一架呀，于是双方大打出手，就在 KT 穷追猛打之时， BDD 突然把球塞到四个人下面，一个大招配合皎月进场，瞬间天崩地裂了，卡莎一死， KT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那接下来只能任人鱼肉了，最终 KT 也是阵亡三人，遗憾落败，而这边再看一下，哎，这个色提上的位置好像没被看到，哎，这边的话关灯了，关灯直接拿龙，拿完了 life 进去做了一波进场，然后交完这个秒表之后闪现出来，打掉大招，打了四个人 ，Oh my god， 这 Clay 的进场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大招，这边再交一个秒表进来，虽然说 life 我们死了，但是正面的战场蓝色包被收割了，杜兰摸眼走，如果有 E 技能跟过去，直接收一个 double kill， 这一波 BDD 的这个 shock wave 直接把整个战场都全部都吓开了。光速操作惊呆全场，在 KT 对战金恩的比赛中，27分钟双方全在中路较劲，尺帝非常嚣张，竟然站在最前面，多兰也不多逼逼啊， W 闪瞬间来到尺帝身后，然后一脚踢到队友脸上，吓得尺帝闪现一拳用出来了，但是还没跑掉，最终为自己的走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得不夸一句啊，现在的多兰越来越猛了，哇，血手有了，飞哥再往下走，哎呦，闪现机会了，这波找到机会了，五秒秒吗，差不多一下，我的天哪，多兰这一脚神来之笔啊，他敢打也就意味着会需要冒眼风险，再看一眼闪现摸眼，哇，这应该是一个 W 闪吧，昨天 LCK 赛场上发生了特别有趣的事儿啊，就是 DK 战队在对战 Africa 时进行大换线， Showmaker 转型打 AD 了，相信 Showmaker 内心一定在想，我倒要看看 AD 有多难打，而中单则由堪用担任，打野则是新来的一个哥们儿，至于鬼皇嘛，暂时守了饮水机，整场比赛看下来， Showmaker 的 AD 打得非常不错，团战中技能放的可以说非常精准了，这个转型难道就是在教 Ghost 如何玩 AD 吗，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机会进去，格温这边想进场直接被爆了出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战场，感觉这波这边开的不错，但是格温的一个伤害也是把后面，哎，
Maron 在后面是直接被带走了，身边 Barrio 还可以撑住，这样的话修贝克可以直接往前奥数跃迁，拿下了一个 triple kill， 也非常的长。利奥现在甚至也还有十秒，修贝克直接到拳者面前来打这个打野的盲僧，觉得有利，但是使不出。最后可以看到，哎呦，这个千载幽咽好帅啊！下面是本期的留言互动环节，第一位看个老爷小心思留言说 ：“Demo， 你每天几点睡觉啊？”我现在基本上3点左右啊，因为下班回来差不多8-9点了，然后吃饭、搜集素材、做视频，基本就到3点了。第二位看看老爷来呀老妹儿留言说 ：“Demo， 你最喜欢的英雄是什么？”这个我好像之前说过啊，就是亚索，我已经玩了好几千把了，虽然胜率一直在35%，但是我依旧很爱他。因为它是我的快乐源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别忘了点个赞、收个赞、关个注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